妹妹的能量太强了，大家坚持住！现在是现实世界的晚上，红豆和青仔可能来不了。大寒，你一定得学会控制好自己的力量。呀！烈阳，烈阳，立夏哥哥，你又变厉害了。 大寒妹妹，你用自己的意志去控制力量，别让它控制了你。大寒妹妹，你把能量想象成你身体的一部分，你要和它合二为一。合二为一？做得很好，大寒妹妹。 年关越来越近了，年兽的力量即将到达顶峰，一旦年兽攻击节气基地，就没有地方封印它了。我不会让它得逞的。嗯。 我的任务也即将结束，争取在除夕之前赶回来帮助大家。老师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在除夕之前抓到年兽的。咱们分开行动，待会儿在村口那个院子旁边集合。 刚刚好像听到什么声音，难道听错了？香肠干得不错。老邓，怎么了？香肠不香吗？你尝尝看。哎呀，我的牙！老大，不错。 大寒的冰冻魔法确实厉害，咱们得想法子对付他。老大。 你不是有法宝吗？用它召唤火焰对付大寒怎么样？那点火还不够大寒塞牙缝的。真冷啊！咱们去吃点牛肉火锅，活血通脉就不会那么怕冷了。有道理，走走走。原来如此。雪停了，我带你们找点东西吃。 这么冷，他们还打群跳舞？冻可以驱寒，这都不懂。老大，我去给你找吃的，顺便侦查一下。嗯哼。
驱寒还有这招，老大。老大，不好了，精灵们朝这边过来了。哼，来得好，我找到了抗寒的办法，不怕他们。就是这里，没错。有粘住他们的气息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应该就在附近。大家小心。立秋，你能推算出他们具体藏在哪儿吗？嗯，天雷，小心！在树上。没用的家伙，还得我亲自出手。还好刚才做了运动，现在我的血液飞速运转，可以抵御寒气。岁末寒冬，节气加油！撑不住了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青子、平度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又让他们给逃走了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大寒妹妹，没关系，节气仪已经修好了，你也不用马上陷入沉睡，我们还可以一起继续抓年兽。下次一定要抓到他们。你们学我做什么？你们可恶的精灵们，等到了除夕之夜，你们就完蛋了。老大威武，老大万岁。大寒，宋·陆游。大寒雪未消，庇护不能出，可怜怯云关，举此容西市。临近春节，人们都在除旧释新，准备年货。作为最后一个节气，大寒虽是农闲时节，但家家户户的气氛都热火朝天，在外奔波的人们开始陆续返乡。在我国南方，大寒至立春这段时间会有尾牙祭，尤其是闽南地区，尾牙祭亦称做牙、做牙祭等。民间有做完牙祭后全家坐在一起拾尾牙的习俗，民间有小寒大寒缩成一团的谚语，说明大寒节气也是一年中的寒冷时期。我是大寒精灵，大家要注意保暖哦。小朋友们再见。